在云州最繁华的商场交易假钞，荣哥不愧是长了一副豹子胆。我只是说，大家在这儿先碰个头，并没说在这儿交易啊。荣哥，你来这么一出，让我在我兄弟面前很没面子。如果我查出你是警察，你不但没有面子，恐怕连你们吃饭的罐子都保不住啊。什么意思？委屈二位了。你还玩这套，有意义吗？嗯，我觉得有意义。咱们这是在往北开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云州的地势南低北高，咱们一路爬坡，不是往北去，是往哪儿啊？到郊外了吧？把窗户打开，透透气儿。谁告诉你到郊外了？他们穿过坦克路。行啊，河南，蒙着眼睛也蒙不了你啊。他们走的是云北路，在长宁镇附近。聪明人一般死的都比较惨，知道吗？明知道是个死，我就是想知道家人到哪儿来给我收尸。放心吧，我老荣啊，求财不求命。荣哥，好歹郭伟也是为咱们牵线的人，给我个面子。河南，做大事就别婆婆妈妈的，干咱们这行啊，手上不沾点血，谁都不能轻易相信谁。再说了，接上线还要牵线人干嘛？荣哥，你不能这样黑吃黑吧？啊，嗯，算是吧。哥哥今天给你上一课，在这个江湖上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。河南，你真能对我下手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动手啊！河南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动。郭大哥，劳您大驾，腾个地方，你我兄弟一场，我给你留个全尸。兄弟，这苦肉计真是难为你了。荣哥，你是老江湖了，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。
这么快就半小时没了，该咱们俩团结了。怎么样，验验货呗？ 跳啊！跳啊！太高！小子，吓死你！你吓死我了，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托孤啊？什么叫托孤？你爹把你托付给我，你就是我儿子。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跟你爹交代？怎么交代？河南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你在我手下干一天，就不许写你爹给我做孤胆英雄，听见没有？我没有，李叔，我是今天这事儿，你给我写检查。别写检查啊！哎，我这回立大功了。立什么功？你立什么功啊你？我这还不算立功啊？不算。你说了不算。 干干两年卧底，就真把自己当罪犯了，啊？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？报告李局，本次行动共缴获假钞200000元。建国以来，云州市最大的假钞案已经告破，两名贩卖假钞的罪犯已经被我掌控。云州市刑侦二大队，刑警河南，申请归队。 臭德行，还想归队？先写检查，5000字的啊。
韩庚，你猪脑子你！你什么办事效率啊？说谁呢？报告安队长，刑警何南向您报道。你个兔崽子，干得不错，上去！立正！报告安队长，做人不能蹬鼻子上脸。等我换上警服，官衔一定比你大。行啊，那咱就别客气了呗。老规矩，谁输了谁请吃饭。谁怕你啊？哎，哎，爷、哎，开始！哎行了吧，你小子！别停，一人两千个，做不够别起来。真就这么闲？啊？每天来上班就一件事，扯淡。你真就一件正事儿都没有吗？没有了。真没事儿？没了。结案报告摆我桌上了吗？忘了是吧？你先去吧。李叔。还生我气呢？你给我笑一个呗，笑一个。你先坐这儿。哎哎，河南，云州建市60年了，最大的一起假钞案，让你小子给破了。你爹要是活着，这比让他当厅长还让他高兴呢。什么时候给我发警服啊？我警校毕业以后就没穿过，警衔比鞍钢大就行。自从你毕业以后，一直干着便衣，后来又干了2年卧底。要说一个警察对警服的感情，我相信没人比你更迫切。但是现在，我是不是又有新任务了？又是卧底。这里面是一个叫朱德福的人的资料，你先熟悉一下。这个案子很重要，朱德福集团对云州百姓的经济生活危害性很大。目前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正面调查会打草惊蛇。李局，你布置任务吧。好小子，具体任务一会儿厅长亲自给你布置。你是烈士遗孤，他也觉得委屈你了，所以厅长要亲自接见你。
再不赶紧收网，朱德福就逃到国外去了。真跑了，被朱德福欺骗的老百姓，就真的没有机会拿回他们的钱了。我们必须逼他赶紧出手，所以，我们必须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案子拿下来。朱德福归案之前，你把烟暂时戒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 进来。思琪在干什么？老板，宋小姐，我知人知面，不知心呐。况且她仅仅是我儿子的未婚妻。老板，这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 李治被借调回云州，又回云州市局来了。据说是拿人钱了，老板。李治落难，您应该高兴啊。李治怎么可能拿人钱？他就是个油盐不进的活菩萨。 就是为了对付我的，干爹，你找我？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去把公司的秘密转账记录和秘密账本全部销毁，不能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。 村长，小马，电梯怎么回事？那个系统重启，需要30秒。那起了怪了，好好的雨洒全喷水，整个大楼都快变成游泳池了。这系统是何经理装的，除了他，我们谁都不会。河南也是，没事到处乱跑。电梯重新启动。行，你去林毅家接孩子去吧，我替你盯会儿。那行。 冲。
你去忙吧。 喂，老板，我刚才检查消防箱，发现有人在城区上做了手脚。哼，怪不得楼里今天这么乱，把大厦的卫生彻底打扫一遍，就这样。 哎，老板，河南呢？啊，那小子又出去鬼混了。他呀，天天就知道去酒吧玩。这封信是谁签收的？这封信是我签收的。前几天也是我签的。给子杰打电话。是。子杰，你给我说实话。 你现在是不是还和周丽有联系？我没有。你还嘴硬！我现在正在看周丽给你写的信。你明明知道你这么做会毁了咱们这个家。你要是想要我的命，你就拿把刀把我杀了。我就是不允许你和周丽有任何联系。否则的话。 你在哪儿？分钟之内必须赶回来。好，师傅，这是哪儿啊？过了这个隧道就到云天集团了。哎呦天！你没事吧？ 监控室干什么？我听说出事儿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正好小马有事儿，不让他出去了。这段时间对我很重要，我不希望大厦出任何事情。查查我办公室的隐藏摄像机。这两天你在监控室盯着。您放心吧，这一天我就住这儿了。 朱总，
你能不能攒点安家娶媳妇的钱，啊？酒吧那种地方，学不了吃饭的本事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今天来了几个老朋友。今天楼里发生了很多事，看来不是个好日子。我回头提醒冲哥，叫保安部的兄弟。 打起精神来。这里有封信，给我注意点写信的这个人。哦，这是寄给子杰的。写信的人叫周丽。 几年前曾经纠缠过子杰，子杰对他很上心。当年为了他，差点跟我翻脸，离家出走。万一他蛊惑了子杰，影响他的婚事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啊，谢谢老板一直以来这么信任我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 你先什么都别说了，你都到人家门口了，你不敢进去见他，你怕他变心了？子杰不会变心的，子杰肯定不会变心的。你去给我查一查，周丽什么时候出狱？ 是，老板，慌什么？老板，不好了，今天下午6点，周丽已经出狱了。什么？周丽出狱以后就直接回云州了。把小四叫来，上会议室见我。好。 干什么去啊？还带个人？哦，朱总找我来开会，这大半夜的，好像是急事儿。那个什么，虎子，你下去等我啊。好，去吧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不知道啊，好像说是有个女的出监狱了。老板，周丽所在的女子第四监狱，距我们云天集团100公里，坐长途车也就2个小时。 也就是说，今天晚上楼里捣乱的，也可能是周丽。是，从时间上看，她完全有可能。哎，朱总，坐。哎，朱总，找我来什么吩咐？ 这个女人叫周丽，今天出的狱，你和胡冲马上找到这个女人，告诉她，云州不适合她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行嘞，没问题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谁把这件事办成。 这50万就归谁？朱子杰，我有野心怎么了？啊？难道老朱家的男人都像你这么没志气？别忘了。
你是我儿子，我让你娶谁你就娶谁，这事儿没商量。朱豆腐那边查得怎么样了？哪方面的情况？非法集资。在这点上他做得比较巧妙，大家都知道他的资金流有问题，融资回报率比投资回报率还高，这里边如果没有问题就进了规了。证据呢？还在查。还在查？那你查到些什么？我就知道你得跟我急。你到朱豆腐身边两年了，这个案子你也查了两年了，我跟你要证据你现在还没数啊？我不跟你急，厅长就得跟我急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，没时间跟你贫，赶紧说。你说你想管我要的证据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在哪儿。不过最近我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，朱德福打算销毁他的转账记录还有秘密账本。那你估计他下一步呢？我估计啊，他正在为潜逃海外做准备。这要是他跑了，就算我们找到证据也无济于事了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朱德福他多疑，从来不用电脑，那非法集资的账该怎么记？账本？对。他如果用电脑记还好办，如果用手记还真有点麻烦。我尽量想办法吧。行了行了，这我真不能收了啊。何楠，你听我说，自从你到公司以后，孩子每个月都收到你的红包。我们爷俩虽说没读过几本书，但我心里知道你小子够意思，所以不能老这样啊。算了。你呀，你也不容易，每个月应酬那么多，老板也不是都给你报销吧？这事你问我啊，我还想问你呢。公司上千号人，除了你陈铁，老板信得过谁啊？可对你不一样，老板喜欢你，我心里清楚。老板喜欢我，干活有我，分赃就未必了。我给老板当总裁助理也一年多了，公司的财务总监我还没见过。我在老板心里什么地位，我清楚。李浩这个人，我也没见过。李浩是谁啊？公司的财务老大。嗯，刚子，马上查一下李浩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。好的，师傅。名字就叫李浩。我马上去办。嗯，尽快给我消息。是。你和朱子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真想知道啊？也倒不是想知道。咱俩在这傻不拉几待一晚上了，我就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
这是我以前经常跟子杰来的地方，我想在这儿找回点以前的感觉。 里面有太多酒，1000多天吧，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差不多久了。你会来看我吗？ 小丽，等你出来的那一天，我会穿着礼服，拿着婚纱，在这等着你。 我。